Oh.
Oh.
就这么。
阿弥陀佛，欢迎各位不断的收看生命电视台。生命电视台的目的就是要实践佛陀的大慈悲的利他的工作，所以我们又成立了淮海教育基金会，来负责学校、监狱、医院乃至老人院、弱势团体的关怀。所以希望各位加入淮海教育基金会，护持它，推动它，来完成佛教徒的慈悲。阿弥陀佛。关怀来自富有的心灵，淮海教育基金会邀请您。